放开他！你不要全力绑着他！放开我！任贤，任贤，听我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所以一定要送你去戒毒所。我去，而且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碰那些脏东西，你明白吗？任贤，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掉毒瘾，就不要再认我做朋友。 查一下是戒毒中心的电话，请记录6920-7462。喂，徐哥，张总要见你。 蒋任贤吸毒之事，目前在商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徐主席，对这件事情，你最好向董事会解释一下，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对了，报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徐主席。 你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没有到集团露过面，你的副手蒋任贤也已经有2个星期没有巡视工地了。据工程师说，他的精神不好，工地上也有员工揭露说他吸毒，现在报纸上又登出来了。你作为董事局的主席，是不应该也不能包庇这件事情的。如果我们股东里边有人吸毒的话， 对集团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蒋任贤最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差，我会安排他休假的。工地上所有的事情我来接管，我会亲自负责，请大家放心。徐主席，我和各位股东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蒋任贤是不是向外界所说的，他吸毒了？ 我不相信他会真的吸毒。好了，有主席这句话，我们暂时不追究了。不过小蒋真是吸毒的话，那董事局一定会有所行动。 蒋任贤吸毒，请问这是不是真的？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如果此事属实，董事局会采取什么措施？本人呢，刚从美国回到上海。对此事呢，我想首先要做的是确定它是否真实，然后再根据调查的结果做出相应的处理。请问你，蒋任贤什么时候回来？对不起，无告奉告。 蒋任贤什么时候回来？请问可不可以让公司采访你？什么时候回来？请问可不可以让公司采访你？
我们这儿有个记者，他在公司门口都围满了记者，还有不少记者在公司门等着。幸好你早叫我过来，把日记借回来，不然要是给记者拍他那个德行，还得了啊？对，任贤怎么样了？ 你是个集团主席，如果让别人知道你留给瘾君子在你身边，你的事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刚才董事局已经开过会了，要我承担此事的全部责任。那你现在怎么办？我曾经说过，永远把任贤当做朋友。 他现在这副样子，我不能丢下他不管。要是实在过不了这一关的话，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将选择引咎辞职。
什么要求？我只希望你能让我和任贤说几句话。徐总，我求求你，我只想告诉任贤，我该死，我对不起他，希望他能够原谅我。徐总，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和任贤说几句吧，徐总。 任贤，任贤，任贤，看我一眼吧，任贤，任贤，你原谅我吧，我们重新开始，我们重新向来好不好？任贤，任贤，任贤，你别这样，任贤。你看，报纸一天都没有停，天天报的新上海呀，蒋任贤呐，蒋任贤呐，新上海呀，你捎带着听一下你徐主席的大名，不过不是提新上海的新发展，而是说你徐宁，身为集团的主席。 却对副手吸食毒品，停止认知，全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这几天咱们的股价怎么样？新上海的股价已经从十几天前的19块一路下跌，前天已经跌到了17块。今天上午，好家伙，每股竟跌到了15块啊！一天之内，我就损失了好几百万。
你说怎么能让人不上火？罪魁祸首就是蒋任贤，而你现在的态度也是很暧昧，一直护着你的蒋大哥呀。张总，请给我点时间好吗？我一定会妥善处理这件事的。我老实告诉你，有些股东已经放出话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如果你徐主席的态度还是这样不明朗的话，为了新上海集团的前途，不单是蒋任贤，就连你徐主席，你也最好辞职。就连你徐主席，最好跟我辞职，辞职。谢谢。徐宁，我知道你最近公司压力很大，但是你别老愁眉苦脸的嘛。还好，现在任贤有丁宁照顾，虽然偶尔毒瘾会发作，但是已经好了很多了，起码医生已经没有苍白了。是啊。医生说，他戒毒的过程进展不错，在身体上复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心理上，就要看他自己能不能继续坚持了。如果他以后能够不受到外界的影响而重复染毒的话，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的戒毒的。可是现在最让我困扰的是，每天都有我和任贤的负面新闻。而现在新上海集团的股价每天都在往下滑，董事局已经多次要我说出任贤是不是在吸毒，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秘密还能保持多久，我怕早晚会被揭穿的。这回徐宁啊，一定会身败名裂。新上海集团现在股价掉头回落，对我们是个好现象。他要不要离开新上海集团，就是时间的问题。一旦他离开新上海集团，我就可以收购他的股份。现在他们的股价这么低，这么便宜，新上海集团很快就变成我的囊中之物。这几天无微不至的照顾任贤，谢谢你。可是不管我怎么照顾他，他都不会原谅我的。给他一点时间吧。我妈妈病了，要做手术，我需要一笔钱。他愿意把钱借给我，但条件就是要让任贤沾上毒瘾。那你这个朋友是谁呢？我不能告诉你，但这事儿我一定会解决的。蒋任贤在召开记者招待会。什么？你最好赶快赶去，看看他跟记者说些什么。好，我马上就去。我是无意当中接触到的。一开始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是工作太劳累，缺乏休息造成的。可后来才发现事情不太对，自己已经离不开毒品了。工人说你在工地曾经躲在一角吸毒，还说他亲眼看见过。化验工人反映你不像以前那样尽心尽力的管理工程。是是，这些都是真实的。蒋先生，为什么你会决定召开记者会并承认吸毒？我们集团的徐主席曾经对我说过，做人要诚实，要光明磊落，自己做的事情
不管是对还是错，都要勇于面对。我最近天天看到各家媒体在写我蒋文贤，还把徐宁拉下水，可这些都是负面的新闻。我觉得徐宁不应该为我变成过，所以我在这里坦然承认我吸毒。蒋先生这次吸毒的经历被曝光，你有什么感想吗？我觉得这次被动吸毒一直渐渐上瘾，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教训。鉴于我已经对新上海国际集团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决定退出集团，希望新上海寻找合适的干练之才，弥补我走后的空缺。请各位媒体的朋友，以后不要把我蒋任贤和新上海国际集团挂上关系，更不要把因我造成的负面传闻强压在徐宁的身上。我蒋任贤从来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徐主席来了，徐主席来了。徐主席，你对蒋先生辞职有什么感想？徐主席，请跟我们说两句吧。徐主席，请你发表一下自己的言论。徐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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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主席。各位，我和蒋任贤是此生最好的朋友，怎么可能会分家呢？他这次离开只是暂时的，只要蒋任贤的身体和精神允许他回到新上海集团工作，我和股东一定十分欢迎，而且我本人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的期望。赞成这样做，咱们是上市公司，股东成员有一名吸毒者，对剧团绝对有不良影响。我认为无需把他清除新上海集团。徐主席，你这样做分明是在包庇那个人，你身为集团主席，这是无视其他股东利益的做法。各位，当初我和肖董注资收购明月集团，各位要求我徐宁保证不能辞退任何一位员工，直到今天我依然坚守这份承诺。蒋任贤是集团员工，我不能辞退他，我这么做并不是在包庇，更没有获释各位股东的利益。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和那一次我们要求你不要辞退员工是有很大的分别的。这个我理解，但是站在人心方面，在这个时候把他清除集团之外，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是不是有这个必要？蒋任贤已经公布离开集团，正式辞了职，但是他有权保留自己的股，这是他个人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他是瘾君子就把他个人的权利拿走，把他踢出集团之外去。况且如果让外界知道
我们逼走了蒋仁宪，那么对集团的声誉来说，可能会造成另一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不知各位有没有想过？既然是在阳光之下，那么我们自己又何必再引起舆论的注意？其实，最合适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这件事情慢慢的淡化下来。还有，蒋任贤保留他的股权，对集团的运作没有任何的影响。既然是这样，那么董事局又何必要做出这一无情的决定？我站着这个说法，若把蒋任贤逼出集团的事情传了出去的话，一定会有不良的效果。所以我认为，一动不如一静。既然这样，我看还是让蒋仁贤继续保持新上海的股权吧。谢谢大家。我还了那笔债，我来过戒毒所好几次，你都不愿意见我，你对我那么好，可我还是伤害了你，我真的不值得你原谅。
前，我写这封信给你乐定，就是想说我是真的爱你。我跟我自己说过，不管你今后怎样对我，我都会在你身边一直照顾你。我和徐明、肖小姐都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戒毒成功。任行，现在徐明他每天工作最少18个小时，我有时到工地看他，见到他瘦了很多，我也替他担心。他说他知道你在戒毒所里会像他一样撑着，他心中有一份信念，就是总有一天你会回来。任贤，为了徐明，为了你自己，你一定要坚持把毒瘾戒掉，还有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要说谢，因为我谢你，因为你没有让我们失望。任贤，你现在康复了，接下来徐宁也不用这么辛苦了。说真的，我们很替你高兴。静说的对，而且这个工地啊，是真的需要你。可这种事情不会要了。不要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来，吃吧。哎，我们还有事儿，我要先走了。真是的，哦，忘记。不来，你们先吃。吃了再走，没事没事。哎，你先吃吧啊。走了，走。第二期销售非常理想，为集团进账了纯利润2亿8000万。现在我们新上海集团可以彻底甩掉负债的包袱，轻装前进了。这比习主席最初估计的还清时间整整提前了1年半。这是我们新上海的股东很受鼓舞的利好消息啊。另外，经过几个月的商谈和调研，美国麦肯锡公司为我们新上海集团制定了日后的发展方案，明天就向外界公布这一消息。这个消息见报以后，相信新上海的股价必定又要升好几个点呢。啊，这件事情啊，得提前写了一条通向国际化大桥。我知道徐宁呢，为了促成这件事情，在大年初二呢都飞到美国去跟人谈了，所以我建议各位董事
给主席记账一大功。新宁为了公司的发展称得上尽心尽责，真的是呕心沥血。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大伙这么信任我的话，我倒有一件小事儿想请各位帮个忙。说吧，有什么事儿？你们是否觉得小城花园第三期工程进度有些缓慢？我了解过了，主要是工地监管人手不足，缺乏经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建设速度加快？有，让蒋任贤回来主管工地现场。蒋任贤？他不合适吧？蒋任贤前一阵子可把新上海集团弄得天翻地覆。我反对这个决定。上海滩那么大，难道就没有别的人选吗？小城花园第一期第二期工程，蒋任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工程完成之后咱们的销售情况很理想，这其中他是功不可没的。让蒋任贤回来是他了解小城花园各方面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能力。当时蒋任贤自愿离职，那是因为外界压力太大，他也不愿意拖累新上海国际集团。可是他在集团的股份一直保留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集团的股东。接下来呢，我们将与国内外几家大公司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我的事务性工作呢将肯定比现在更加繁重。如果说把小城花园工地的监管工作交给蒋任贤的话，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徐亮，小蒋现在的状况稳定吗？十分稳定。经过几个月的戒毒，任贤以他惊人的毅力成功地戒掉了毒瘾，身体和精神都已经恢复了从前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经过了这场风暴，蒋任贤在为人做事各个方面都将比以前更加谨慎。我保证他如果返回工作岗位将会比以前更加努力。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就让他回来吧。谢谢大家，我先替任贤感谢大家，重新给他一信任。谢谢。
今天晚上我在酒店包了一个单间，请大家务必赏光吃饭啊！今天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晚上呢，想跟大家多聊聊啊。好，任贤的心情呢，我们大家伙都理解啊。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第三、第四期工程呢，全指着任贤和你们大家伙了。我相信啊，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啊，好好工作的话，就一定把这个工程的速度给加快。好，习主席请放心，有强大领导，事顺利。好。小强呢，是我要特别感谢的人。前些日子我态度不好，让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我保证以后不再骂人。晚上喝酒，我要向你赔礼道歉。哎，小强，晚上得好好喝两杯啊！哎，蒋总，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虽然平时有点冲突也无所谓，大家说是不是？啊，还有啊，我这次能够重新回到工地，多亏了徐主席排除众议，替我说了很多好话。啊，任先生，打住啊！啊，我说，你呢也别多想什么了啊，你呢就好好想想怎么为咱们新。娶你吗？是。阿燕真。就是飞燕的安全。